TV 一号台，裁判员傅一冉，记录裁判员刘媛媛、夏丽媛，运动员李恒、陈东东。下面比赛开始。李恒你好，陈东东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陈东东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陈东东开球。不用保单。第一局，陈东东胜，比分1-0，开球清盘。Thank you.
二局，李恒开球。二局，陈东东胜，比分2-0。
三局，陈东东开球。
10秒。第三局，陈东东胜，比分3-0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。中式八球领导者，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先角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波茨杆，恭喜和中式八球。波茨杆。中式球杆开创者。第四局，李恒开球。开球时机。
重新开球。第四局，陈东东开球。
第四局，李恒胜，比分1-3。谢谢。第五局，陈东东开球。稍等。犯规。自由球。
局，陈东东胜，比分4-1。第六局，李恒开球。六局，李恒胜，比分2-4，开出青苔。爱跑强势进化。2.0 版震撼登场，爱跑将 1.0 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，使安装更加简便，外观更加轻巧，软件脱胎换骨，娱乐性更佳，全新界面，3D 互动，在线升级，精彩源源不断。第七局，陈东东开球。
局，李恒胜比分3-4。第八局，李恒开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一号球贴库。
八局，李红胜，比分4-4。第九局，陈东东开球。稍等。第九局，李红胜，比分5-4。第十局，李恒开球。
第十局，李恒胜，比分6-4。第十一局，陈东东开始。开球时机，稍等。继续击打。
赛结束，李恒胜，比分7-4，恭喜，谢谢。